开收狂操机关，坐要练盘单式拱桥啊！最近成日翻内地出校园 show 嘅关楚耀 Kelvin 就话嗰边啲学生成日遇到困难就好轻易放弃啊，而家就以过来人身份鼓励佢哋。试过挫折，咁所以亦都去校园嗰度啊，同啲学生分享翻自己啲经历，希望佢哋可能遇到有啲挫折嘅时候啊，都会坚强啲。面对正面啲去面对。Kelvin 就话为嚟紧六月份嘅演唱会苦练紧肌肉，又话自己个胸肌已经有三块面咁大，真系巴闭啊！咁既然横掂都系啦，咁倒不如冲埋个腹肌啦。腹肌其实真系练紧喎。腹肌练系啊，真系最近。做咩你要攞路咩嚟噶？想练法先。点样练法啊？咪做瑜伽咯。哦。啊，做瑜伽啊，咁啊，咬下腰啊。post 啲喺自己嘅社交，即系微博啊、Instagram 啊嗰啲，都 post 咗一张嗰啲真系咬腰嘅。嗯，咁好多人啊都话：，哇，行单接班人嚟噶。